乐下，白色上衣配上橘色短裙的日本高校生，边吹管弦乐器还搭配整齐有节奏的踢腿，这就是有橘色恶魔封号的日本橘高校吹奏部，活泼创意的表演吸引观众激爆自由广场。他们真的在跳舞耶，超强的，以前没有看过。旋风来台参加国庆表演的橘高校，展现一边吹奏乐器，还得赶上舞蹈节拍超高难度的乐队表演。橘高校学生没有上气不接下气，只有满脸笑容完美驾驭。除了橘高校这回国庆总统府前大会三校联合表演，当然有北一女乐一队帅气登场。熟悉的操枪走位甩枪搭配乐队节奏，脸上同样挂满笑容，这回更新增了旗帜舞搭配乐队表演，活力满满。而另一头来自台中的小明女中则带来创意的乐队表演，还有业者超贴心送上珍珠奶茶要慰劳三校乐一队学生。这次总统府周围又有道路管制，民众要特别注意公告。至于中间能入场观礼的1000位观众，则是早上8点就能入场，看着三校精彩的预演状况，国庆日当天势必更加精彩可期。台湾 Happy Birthday！ 记者黄明君、许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架这一罐。很厉害，很威，好吗？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，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？是用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，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。好，希望大家爱用哦。